Joanna 澳洲生活，今天你开心吗？如果啊，你要经常观看我的视频的话，你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开心。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水果，但是呢，吃的方法跟大家有点不一样。那是什么水果呢？那就是苹果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天一个苹果是对人体健康非常好的。那么苹果的营养价值是在很多的水果当中，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啊。但是呢，一般人呢，他们都是啊，就是两种方法。以前我也是这样的，你比方说生吃，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榨果汁啊。但是这个呢，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女人哈，就是说吃了这个生吃也好，榨果汁也好，都非常好，但是非常寒凉。因为女人的体质都是比较手脚冰凉啊，容易寒凉。那么这种方法吃了呢，就让人觉得更加的寒凉。当然也有一些加一些什么生姜在里面一块吃啊，但觉得味道怪怪的。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个煮苹果的方法来吃。那么煮苹果的方法呢，就把这个寒凉啊，这个就去掉了，就让人觉得很舒服。那么煮熟的苹果它的好处有多少，我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因为煮完了以后啊，苹果里面的膳食纤维是很多的，那么它的膳食纤维和苹果里面的果胶它就软化了，那么就更容易让人吸收。你比方说老人啊，孩子啊，因为它的肠胃功能啊可能比较弱一点，那么煮熟了的苹果呢，它就让它很容易吸收它的膳食纤维和它的苹果的果胶，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它的煮熟的一个好处。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它可以降三高。降哪三高呢？它可以降血糖、降血脂、降胆固醇。大家都知道高血糖的病人呢，就是尽量少吃那个带糖的那个水果，那么苹果也是比较甜的。但是煮了以后呢，它的多酚呢，里面有一个多酚这个营养呢，它就大幅的增加。那么多酚的这种营养素呢，就可以去降血糖、降血脂、降胆固醇啊。所以这个煮熟了苹果是糖尿病人是可以吃的。那么第三个好处呢，它就是可以减少我们的肠胃的刺激。你比方说我刚才说了，要是吃生的话，那么它很容易，你比方说有的胃不好，吃凉东西以后它就觉得胃不舒服啊，肠道也不舒服。那么吃的煮熟了呢，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肠胃就可以很缓解它，很舒服。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消除我们的内热啊。你比方说有的人他是内热，内热表现呢，你比方说就是那个脸上长疙瘩呀，烂嘴唇呐、啊都有很多很多的那种表现，那个脸上也长疙瘩呀。那么吃了这个煮熟的苹果呢，它可以降低我们身体的内热啊，非常好。那么第五个好处呢，就是可以预防我们的大脖子病。大脖子病大家都知道叫甲亢啊，甲亢有两种，一种是高碘甲亢，一种是低碘甲亢。那么高碘甲亢它是不大脖子的，只有低碘甲亢它会大脖子。那么呢，这个苹果它是煮熟了以后，它可以让它碘呢提高很多很多倍，所以是治疗和预防大脖子病的最好的一个水果。那么我刚才就跟他介绍一个五个好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苹果啊，一般在外面有三种。那么下面呢，我来介绍一下如何识别和处理就是苹果表面的一层蜡。大家都知道啊，苹果表面你到商场超市去买都知道，它表面是亮亮的，很漂亮，是什么呢？它是有一层蜡。苹果我知道的就是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要到农场去买的苹果的话，它面上就有一种就像白白的灰蒙蒙的白白的那种一层白膜，那个呢就是天然的果胶，那个呢是可以吃的，你呢就处理一下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呢，你在超市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那个你看我这个就是在超市里买的，你就觉得亮亮的光光的，它呢是一种食用蜡。当然这个食用蜡也是一个在正常范围内对人体没有什么害处的，这是第二种情况。另外一种呢，就是你要拿回家拿一个纸啊，在上面一抹，你就会看见那个纸上面是红红的，那个蜡就是工业蜡，那个叫
特别不好。但是不管是什么蜡，我呢在商场买也好，但是那个工业用蜡的我是基本上不买的了。那么我呢基本上是有时候会在超市里面去买苹果，有时候会到农场去买，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买回来的苹果我会用一种方法来把它这个面上的蜡都要它去掉啊，我觉得我吃起来就很安心。怎么去呢？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把苹果呢用开水把它一淋啊，一淋，你看刚刚是红红的光光亮亮的，用开水一淋以后，你看它就开始变颜色了，它就那个红红的光光亮亮的就没了啊。那么这样呢它的面上的那个蜡就清洗完了。那么现在呢我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准备了一些什么食材来做这个煮苹果。我们知道苹果哈，虽然是很甜，但是呢有时候你觉得煮完以后啊觉得怎么这么酸啊，那么我呢就会增加三颗红枣。我们都知道每天三颗枣青春永不老，就是我们每天一个人如果吃三颗红枣的话，那么我们就血气很好，所以青春靓丽啊，每天三颗枣。好，下面我告诉大家煮苹果怎么做。我们先呢把苹果这个洗完以后烫完以后，我们就把它切一下，这个苹果呢要连皮，因为苹果的皮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核儿不能够吃，就把它切小块儿。这个红枣也是，我们把它切，把核去了。好了，我们这个煮苹果呢最好是用不锈钢的锅来煮，因为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让它的水果的营养成分就是比较保护它不要流失。好，这个就是我们来那个加点水，因为苹果你煮完以后，这个是我一个人吃的，所以三颗枣一个苹果，水不要太多。好，我们就在炉子上去煮。煮的时间很短，5分钟就好了。好了，经过了5分钟，我们的红枣煮苹果就煮好了，简单吧？你不要看这个红枣煮苹果简单，可是我们女人养生美容健康的一个非常营养的好的一个甜品。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